jungle. Audio Jungle. 前学森军事系统工程研究院揭牌成立。2018年4月17日上午，军事科学院系统工程研究院与中国航天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院举办的钱学森军事系统工程研究院成立大会暨揭牌仪式在航天演示楼顺利召开。活动由中国航天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院院长、钱学森军事系统工程研究院常务副理事长薛慧峰主持，军事科学院系统工程研究院院长、钱学森军事系统工程研究院理事长王庆松少将宣读钱学森研究院机构及人员组成并颁发聘书。中国工程院、军委装备发展部、军委科技委、军委战略规划办有关领导出席活动。军事科学院贺福初副院长、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高级技术顾问王李恒院士、总工程师李峰研究员、原总参谋部张黎副总参谋长、军事科学院系统工程研究院孙建新政委以及各军兵种、军事科学院、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等党政军七近200余名代表参加成立大会。钱学森军事系统工程研究院的成立是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军民融合战略，围绕强军目标服务建设世界一流军队，在军事科学院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关怀指导大力支持下打造的军民融合协同创新平台。军事科学院贺福初副院长在致辞中讲到，钱老在系统工程领域的卓越成就是钱学森研究院成立的学术根基，在系统工程的引领下运用好钱学森的智慧思想，一定能助推研究院的发展，开创系统工程与军事科学的新时代。希望搞好三合，一是沿用结合，将军事科学和系统工程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二是军民融合，从国家建国初期的一穷二白到现如今各个系列火箭的成功发射，都是源自于军民融合这个基底；三是礼纪融合，这是习主席对军事科研的根本要求，也是钱老生前致力推动的军事科研奋斗目标。我们要牢记习主席训示，不忘钱老初心，推动科学技术与军事理论的深度融合，为军事科学书写光辉篇章。航天科技集团李峰总工程师表示，成立钱学森研究院是凝聚航天力量、服务世界一流军队建设的盛世，是传承航天精神、履行强军报国使命的盛举。对于发挥双方创新排头兵作用，以航天梦助推强军梦，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希望钱学森研究院运用钱老系统工程思想，遵循共建、共用、共享、共赢的原则，以贯通古今的高度，席卷天地的广度，纵横捭阖的深度，设计未来，掌控未来，决胜未来，为建设世界一流军队，打赢现代化战争，提供高质量的智力支持。钱学森研究院将在军事科学院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双重领导下，综合运用钱学森系统工程思路，充分发挥双方在系统工程领域的独特优势，积极探索军民融合协同创新，在军民融合重点领域和重要方向开军地重大项目联合攻关，积极服务航天强国和世界一流军队建设，为我国科技兴军的未来绘蓝图，集智慧、聚资源、积硕果。中国航天这个专业太牛，女生也必须学会开坦克。近日北京理工大学官微晒出的一组图火了，手握驾驶杆换挡加油，哪怕路途泥泞轻松碾压，发动机怒吼，坦克隆隆驶过，尽显铁甲雄风。据北京理工大学官微介绍，驾驶铁甲战车奔驰而过的可都是大三的本科生哦，三学分，每人开坦克大约10公里。日前北京理工大学2015级装甲车辆工程专业的66名本科生在陆军装甲兵学院蚌埠校区圆满完成坦克构造拆装与驾驶实习任务，坦克驾驶1学分，坦克拆装2学分。在为期3周的实习中，坦克驾驶是放在第1周的，同学们学习了坦克驾驶理论课，
通过模拟驾驶课了解坦克装甲车辆驾驶的基本操纵方法与技巧，并完成实车驾驶训练。看上图，有女生偶在坦克模拟驾驶装置上练习坦克驾驶技术，大学生驾驶坦克战车走起。来实习的66名学生，6、7个人一组，校区为他们配备了12台坦克，其中有2台作为备用，学生们轮流驾驶，每次坦克坐2个学生和一位教员，驾驶员在教员的指挥下完成驾驶，其他人在外围观看。每个人开完一小圈后换下一个人，学生们上午驾驶坦克，下午和战士们一起为坦克做保养，亲手为坦克做保养。3天下来，几乎每个人都能开上10公里左右的路程，不仅会开坦克，还会拆装坦克。也有女生，坦克驾驶结束后，剩下的2周时间，学生们要进行坦克构造拆装实习，其中包括装配坦克发动机、分解坦克变速箱主轴、组装坦克主离合器等环节，聆听教官讲解新型动力传动系统总成装配坦克发动机、分解坦克变速箱主轴。有幸拆装坦克的女生在全国估计都不多哦。组装坦克主离合器，聆听教官讲解坦克的行星转向机结构揭秘，大学生开坦克是怎样的体验，没驾照女大学生学会开坦克变成女汉子赵琦，作为这个专业仅有的10个女生之一，在开坦克前她连汽车驾照都没拿到手。你想象一下，开一个比汽车重出好几十倍的大坦克，对我来说是一件多大的挑战。这个平日里说话都柔声细语的女生，第一次开坦克时，因为换不动挡，她急得掉眼泪，但经过3周的拆装和驾驶练习后，她开始对开坦克爱不释手，俨然从南方妹子变成了女汉子。刚开了5分钟就坚持不住了。装甲车辆工程的刘健同学是个坦克迷，他一直觉得开坦克是一件特别拉风的事，所向披靡，战无不胜。刘健一直认为他能把坦克开得像赛车那么酷炫。当他第一次开过坦克时，才知道操纵一个40吨重的庞然大物并没有那么简单。掀开坦克顶部左前方的驾驶舱门时，刘健是兴奋的，他很轻松的就跳进了驾驶舱内，另一位同学跳进炮长门内，教员则站在车长门里。车长是坦克的总指挥，每个人需要开15分钟，大约开出500到1000米左右。刘健刚开了5分钟就坚持不住了，左右各一个操纵杆，负责左右转向，操纵杆很沉，先不说换挡时打齿打得厉害，刘健不得不用了2只手生别了过去。尽管如此，听着发动机怒吼隆隆驶过泥泞之地时，刘健有掩饰不住的成就感。有一些学生今后就和坦克干上了，学习装甲车专业的学生毕业后不一定从事该领域的工作，但就是有一些学生在实习后就和坦克干上了。国家万人计划专家杜明刚就是一个，作为北理工装甲车专业97级的校友，他带领团队研制的具有自动换挡、无级转向和联合制动等功能的综合传动装置，首次填补了我国主战坦克该技术领域的空白。简单说，就是把操纵杆换成了方向盘，把手动挡换成了自动挡。你会开自动挡的汽车，就会开坦克，杜明刚告诉北青报记者。至今大三那年去军营实习的场景仍历历在目，我们班里18个男生一个女生，可谓是18罗汉护观音。杜明刚笑着说，他们实习时开着坦克跑在后山的路上，感受着坦克陆战之王的威风，但同时他也意识到坦克的缺点，班里唯一的女生根本踩不动主离合器，需要别人帮忙，在高低不平的山路上一急刹车就会被撞得生疼。当时他就想，虽然坦克是在战争中使用的，但驾驶性能也很重要。于是他在工作后又和北理工的老师们一起开始了新一代主战坦克传动装置的研制。功夫不负有心人，杜明刚团队成功把液力传动、液压传动、机械传动和自动操纵结合在一起，这样在坦克越野行驶时，动力足、冲击小、安全性高，
萌妹学兵器专业研究子弹，朋友让我以后开坦克带他兜风。除了北京理工大学，南京理工大学的下面这个专业也在微博火了。距离视频，来自南京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兵器专业的女学生谈及为何要学这个专业。她说，因为酷，上课会研究手枪、步枪、冲锋枪。兵器专业的大一女生笑谈武器的杀伤力，子弹到底做成什么样子才能打进人体但不穿透，造成最大的杀伤力。值得一提的是，南理工的兵器科学与技术入选双一流建设学科名单，最新一轮学科评估结果显示，南理工的兵器科学与技术与北理工并列全国最强。女生还提到学兵器专业后朋友对她的调侃，让我以后开坦克带她兜风。网友留言 @素环真，你来回答我这个问题哦，不知道三个妹子玩不玩吃鸡 @鲍勃 FB1118，感觉三个妹子挺可爱的，一包包冰糖，开坦克兜风这是个蛮特别的脑洞，祝这几位萌妹子学有所成。 @昵称也被占用不可能，还有这种专业好酷啊。 @太原333，南理工一直是我的梦想学校，羡慕他的兵器科学与技术。你羡慕这样的专业吗？你是否也想学开坦克？来源中国青年报。